最优秀的，最优秀的那种。中国上个美女。250万新币，兄弟帮我们安排好，快速鲤鱼通关，不用走路。第一次在机场坐坐这个车，哎，到了。接下来就是鲤鱼通关，哎，那完全都不用排队，但正常要排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来，就是那个新加坡只有一个台北市大小，它大概是60几个岛屿组成的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去的叫做类似像我们讲的新加坡本岛，整个从最东边到最西边，大概30-40分钟而已，走到来都很方便，捷运啊什么都是一样的。不是因为Jason哥有特殊礼遇，所以特别方便吗？是本来就很方便吧，不是因为我们有特殊礼遇才我们的兄弟有特别安排啊。火车到，对，快速通关，根本不用跟其他人，有点太方便了。把你当那个高级集群对待。对。有这么着急去喝酒吗？跟时间在跑，不是，中肯话你说出来。那帅哥带我们去休息室等行李，5-6分钟嘛，对不对？一般正常如果没有走这样的鲤鱼通关的话，大概需要多久？如果你晚上7-8点来，对，就是大概等1到2个小时。啊？有时候有很多航班可以降落在新加坡。对对。所以有很多人可以队出来，很多人出来移民队那个，对，队很长，就会队伍就会很长。这鲤鱼通关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要排1-2个小时。对，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小型贵宾室的概念，不用自己去转盘子，心里的感觉是不是很好？小哥，这超哥这是2个人为1车哎。对啊，舒服吗，小老板？哇！2个人1台哦，对，这个怎么样？这里啊，舒服舒服。新加坡买车好像比台湾贵一倍以上，请问一下，像这样一台这样阿法在这边新加坡要卖多少新币？应该是20多万。20多万，23，对，大概400多万。四百多，刚刚一共4台阿法，每台只坐2个人。对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要排什么，我只知道会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各种不同的夜生活，可是我都不知道到底今天是去哪里，明天是去哪里。不过我倒是想看看夜生活能有多厉害，超过你的想象，超乎你的想象。哎呀，新加坡喝酒很贵，新加坡一个晚上喝酒100多万。那个 YouTuber 来这边总要喝到破产，然后人家在这边洗碗16年，然后才被放回去。新加坡的消费实力应该是很惊人的，亚洲最有钱的都在这里。对啊，看他们的街道啊，很干净啊，感觉就是都很守法的那种。路上的车好像也没有台北这么拥挤啊。嗯，哦，到市区了，你看那个窗外的那些建筑都很漂亮。新加坡现在应该都30度，这个很像台北的夏天，可是它好像没有台北的夏天这么热。嗯，好像没有台北那么热哈。现在在我们兄弟的会所，对，算是他们自己很多朋友的一个聚集的地方。这个地段是很高级的地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新加坡的算地标吧，金沙酒店啊，很多女生都会在上面穿比基尼拍网美照啊，就是那边，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台北的可能大安区、信义区的地方，正式中心啊，对，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你的房间好了哈。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啊，这在新加坡的房间应该算很大的啊，对了，对，应该算很大的，因为还有一个厕所，我觉得最厉害是什么？他很贴心的帮我们把毛巾
香水什么都准备好，只有这一袋是我的，其他都是我一进来就有了。你看，其他都准备好了，对，都准备好了。我很确定未来的这七天，我会很常在很常在这边抽雪茄。哎、欸，这边晚上应该是无敌夜景，很漂亮，这里很漂亮，这里晚上很漂亮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。你看天气很好，早晚温差应该也都不太大，很非常舒服。那你也讲个人话，干你就锻炼家爱就五级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有了。我们什么？我们这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地方，但是没有钱。对不起，你没有办法住在这里。没错，这边不是拿来住的，这边是拿来开趴的。这是玩乐房。应该是说，其实他这个地方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就是兄弟聚会而设计的。上上礼拜嘛，新加坡不是举办 F1 吗？对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。对，之前尼克来的时候也是住这里，那个新加坡国庆的时候放烟火、啊、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因为这个地方过去就是海岸，所以它就在这个地方。他们这个海岸那么多的船只，就可以知道新加坡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，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港口。一来就是劳斯莱斯，我朋友真好，哦、这个车很漂亮。超哥还记得后门怎么关吗？在这里，动我。这个车在这边买是比台湾贵，贵两倍，250万新币。你看他那个 logo， 钻石的。哦，你说 logo 是钻石的？对，你看那个。那个时候最好吃的东西，哦、他说这个你点什么，他就是一直剪一直剪，所以叫剪刀剪。剪刀剪，他说他是历史很悠久的店，看起来就很有食欲的，很有实力啊，老字号的啊。老字号，你看一直剪一直剪一直剪。对啊，所以我等一下打算怎么做，你知道吗？你把你的头放上去，你就省了一次的剪头发费用。小头是这样吗？头过去，他就帮你剪了。这是鱼柳，鱼柳，它的咖喱颜色好特别，对，黑色。这个是什么饭？咖喱饭。咖喱饭。你们的咖喱好像跟台湾比较不一样，你们的好像比较甜一点。这间是他们从小吃到大，他们都是从中学吃到现在，而且在疫情前这一间是开24小时。他们很常晚上喝了酒以后来吃宵夜。对，看到白色的。哦，看到白色的。对，饭不可以看到有白色的饭。哦，全部都是咖喱饭。哦，这边的吃法是不可以看到有白色的饭。难怪那边放了2-3盘咖喱。嗯，给你加。那我要去加一下。你这个目前是不太合格，不太合格。哦，不同，跟刚刚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它吃下去白饭只是配角，咖喱汁才是主角，很爽，这样吃很爽。他们的咖喱感觉也蛮浓厚的哦，只是没有没有料、啊。嗯，这样更好吃，辣度有提升一点。看到这个符号就是 MRT， 他们到哪里都很方便，捷运上来都会到。吃饭了，我刚打给你啊，想说问你们在干嘛？好，拜拜。新加坡的素食跟台湾差那么多，因为新加坡算消费最高的，然后真的。最好，就重点是那边女生，因为来自世界各国，亚洲漂亮的女生都在这里，最优秀的，他们也得应付来自世界各国的男生嘛。快点，差不多，稍微过来一点点。啊，对，最优秀的，最优秀的，最优秀的。平常你骗我是主角，今天我是配角，对对对，可以问你去哪里玩？中国，怎么样？湖南。
来啦，哇！白色衣服，西藏，西藏的美女，西藏的美女，秀发飘飘。猿人不打猿人，我们还没有输。我穿这件衣服，我说猿人不打猿人，他们都打我。可见他们都不是猿人，他们都打我。今天蛮嗨的哦。这群新加坡的 bro， 他们真的是我们的 bro。他们说只要人到就好，其他的他都安排。新加坡最屌的夜场。他们不叫夜场会，他们叫夜场。最有名的啦，最有名，有点相当于像是台湾的金钱豹，没错，这一辈子的第二把朝圣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，我告诉你太扯了，无限多太嗨了，无限多的美女，我告诉你，能歌上瘾是几个？你看从我背后从你就算了，十倍都是极品。我讲不好听，如果他可以身上挂一个10万新币，你觉得他不能能歌上瘾吗？基本不会的，新加坡是。亚洲的金融中心，它有很多很多的国外的旅客，他群聚在新加坡开会。可是这时候，如果你有应酬的需要的时候，告诉你，你会觉得这边贵，绝对是首选，首选是首选，钱绝对不是问题。对，问题是你要够努力赚钱。最后我想说啊，这才是我们在新加坡的第一个晚上，这才是第一个晚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七个晚上，我们还有七个晚上。整个自动帮我们延长了，太嗨了，不想回去了。怎么不要去？长隆为了我们，他们搬进都没了。喜欢我节目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跟 Jason 带你看见不一样的新加坡，超吧！超吧！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